生性凶残的针线杀手到底还会做出什么疯狂举动？廉政英雄能不能及时阻止悲剧发生？所有同仁注意，炸弹在十分钟就要爆炸，赶快疏散所有群众，听见没有？作家神兽所推出的连载新作品《女杀手》是否又会引爆另一波惊天风暴？周五晚上看完《风水世家》，永远为您追踪时事最前线的真相，请看廉政英雄最新单元《决战时刻》。